APP 2011重磅出击，全程直播快银真人秀，独家自制节目，都是真人秀无法触及的死角。关注快银真人秀，关注 PPTV。型男大主厨五星级料理秀，竟扯出主厨彼此间的心结了。马上阿基师，你吴师傅啦，上次串的那个位，代班代班，他是我们最佳代班主厨了，是阿基师比较忙一点，代班一下下，对不对？哦，阿基师比较忙吗？对啊，不是你托人打电话叫他回避。阿基师到家都先打，谁找我？是我们等下会试吃我们的蒜头，搭上我们的五谷牛小排。而且我从来没有来就是吃这么好的，只会吃个蒜头，超重的。他只会吃蒜头搭配五谷牛小排，跟今天晚上没有关系的东西。阿姨是到底是接了谁的电话才离开？而主食材猪脚的魅力让全场是又惊又喜。今天呢，猪脚的五星级名菜，詹姆士，说出来。豚足拉面。哦，那这个是我待会要做一下，是叉烧的部分。哇，对，这是叉烧的部分。现在这个芝麻是跟台湾的稍微有点不一样，在嘴外面爆出来的口感是很香的，爆，是不一样。那你可以等等，我们这次呢来试吃最里面最赞的是什么？猪脚吗？猪脚吗？你看这个，哇，是不是黑白我胜利？容易，别太惨叫了，我本来要去买面。停。来，老子你我来见你啊！你们欣赏的是《型男大主厨》，看谁最幸福。十一了。欢迎观众朋友在每天晚上7点钟以及其他重播时段，还有早上的时间，收看这跟大家呢朝夕相处的型男大主厨。是的，今天呢有两位呢非常有口福的好朋友，他会直接感受我们不同的两位主厨带来的好料，俊男美女来的。尤其呢，我们今天的主厨还有些改变，待会再告诉大家，好不好？欢迎我们两位俊男美女陈逸飞、吉吉。你们今天有讲好穿的是颜色吗？没有呢，没有。哦，黑蓝的组合哈，很久没看到他，是哦，很久没看到了。对，那你在忙什么呢？最近你好久没有上这个单元，你都在内地对不对？对，我可能7月再去，然后就是刚刚拍之前拍《拜金女王》，最近刚上。哦，拜金女王，哎，我没有看到这个戏耶。熊黛林那个。对。哎呀，陈逸飞，对，自从改了名字变国际巨星了。啊，你要加油啊！越南的是不是？越南，你干嘛什么话题？因为我不讲，因为他是越南话讲的，对，我不讲，他自己也会待会就突然 cue 我要讲。不会，他越南话讲的很好。我们今天刚说了要卖个小关子，就是呢，因为今天呢为我们带来这两个五星级料理的主厨有点小小的变化。我们发现这就是我们整个内部权力斗争最好的明证啊。首先欢迎那边那一位。我来介绍他，怎么样？没有，就很好，可以。我已经介绍这一位，我相信呢，他跟我的感情绝对是一个几辈子累世来的缘分，非常高兴在我的生命中中间人近半百之前出现这么一个莫逆好友啊，跟我是多方面的涉猎，非常高兴有他，欢迎詹姆士，各位来宾、主持人、吴师傅哥哥好。好，另外一位。是的，另外这一位呢是最近常常在五星级料理的时候下战帖的，而且跟我们的詹姆士已经有不是暗斗，他是明争，那就是我们的吴秉辰吴师傅。大家好，今天看来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料，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五星级料理秀。今天的主食材当然不是这个啊，这是块药料。这怎么吃啊？但是呢，基本上它的某种食料跟咱某点像。哎，你这么说还真的有一点呢。是不是？有哦。猪脚。哎呦。怎么样？基本上不太介意的话，说呢什么有嫌胖嫌脂肪的，猪脚脂肪其实脂肪率很低。没有在担心这个啊，东西好吃最重要啊。我个人认为，猪脚南北齐名，有两个非常好吃的东西啊，猪脚不同的做法嘛。不是清炖就是红烧。哎。对不对？
南部的万能猪脚跟北部的基隆夜市清炖猪脚，这两个是南北麒麟互相争辉啊。对，你个人喜欢吃哪一种口味？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清炖的，因为以前小时候家里都是做红烧，而且可乐猪脚那种，妈妈做的，是颜色比较深。第一次吃到清炖的猪脚汤的时候，吓傻了，浓郁，浓郁，太好吃了吧，美味。尤其那个汤头来弄面线呢，谁受得了猪脚面线？是不是这样？受不了，对不对？来，马上阿吉师，你吴师傅啦，上次串的那个味，不是班代班，他是我们最佳代班主厨，对啦，是阿吉师比较忙一点，代班一下下，对不对？哦，阿吉师比较忙吗？对啊，不是是你托人打电话叫他回去的。既然这样子，今天就麻烦你站在阿基斯的位置。哦，好。上次詹姆斯没来，你是怎么 cosay 他的？我想问你，今天我有 cosay 吗？你怎么没 cosay？ 没有，你没有。你只是说试试怎么会吃洋葱呢？是不是这么说的？请看我们的，来 ，Lisa， 你看，你看是不是？真的有录影存证，这个人真的好像是郭师傅讲的吧？厨师，这个怪罪到。因为你的厨师也会做菜的积极哦，对，麻烦你了，麻烦你了。猪脚料理今天带来菜名叫什么？哎，迪卡科滚暖暖。哦，迪卡科滚暖暖。为什么我这是迪卡滚？迪卡科，迪卡科，来，几颗几颗？没错，猪脚本身的这个叫胶质啊，第一个胶质，胶原蛋白已经够丰富了。来，它还加蹄筋，加白木耳，还加这个秋葵。有没有都是粘稠粘滑的东西？重要。那最后呈现会吃到两个口感，第一个就是我们迪卡扣滚暖暖这种软嫩的一个口感，第二个就是一个我们利用它皮表来做一个，葱烧口味的德国猪脚。葱烧口味。葱烧口味，德国猪脚是很有咬劲的。脆脆。我们就是用它的皮，过油，对，下去煸。哇，好，然后我们吃到两个。怎么做？请开始。好，那一开始的部分我们先。葱烧酱，这个葱烧很重要，蒜头一定要冷油把它放进来。为什么一定？来，冷油放进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才可以把它整个的温度慢慢拉高，蒜头里面开始熟成。它开始熟成的时候，它甜味就冻在，就跑在里面。它到时候会变成什么口感？你知道？蒜味奶油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对对对。它整个绵软掉。那今天的猪脚部分哦。我会整个都做去骨的动作。嗯，好啊，猪脚干嘛？猪脚干嘛去？哎呦，猪脚它不是那种啃的那种骨肉分离的感觉，很过瘾。是我们是五星级啊，五星级是，大家也不喜欢烧骨。当然了，好，所以我们做去骨的动作，先把它的一个皮表跟肉，它骨头占的比例还不小。没错，没错。那我们今天用的是前脚哦。前脚。对，我们今天用的是前脚部分。有分吗？有有有。我已经闻到蒜香。猪脚不是四个角都长一样哦？不是四个角都长一样，长不一样。前后不一样，前后不一样。你也知道这件事？左右一样。你要让它变色吗？到变色为止吗？到要不要？哦，要变色的。那还要一下下。这油变蒜油了，对啊。没错。所以等一下呢，会把它炸成蒜油，香哦。然后呢，葱油，葱也把它放进来，再利用这个油来。炸这个猪脚，哇，很有想法，好不好？那很香哇，你真的比山猪厉害。那现在你顾你的蒜头，我们待会再回来，好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这样可以。各位朋友，这一起。好像有一些有情况。詹姆斯，两位好。陈逸飞是不是？今天呢，猪脚的五星级名菜，詹姆斯，说出来。豚足拉面。拉面，吴秉承是否光试吃就让大家疯狂？而詹姆斯要以秘密食材来吸引大家的目光啦。这个是我待会要做一下，是叉烧的部分。啊，你要做叉烧？对，这是白芝麻油。这也可以喝。哎呦，真好。浮夸。浮夸。大家会试吃我们的蒜头。搭上我们的五谷牛小排，专程为试吃准备五谷牛小排，对呀，只为了吃你的蒜头，只为吃个蒜头，超重的，他只为吃蒜头搭配五谷牛小排，跟今天晚上没有关系的东西。重点你要不要吃嘛？我，你应该早点找另有事情。今天呢，猪脚的五星级名菜，詹姆斯，说出来。豚足拉面，拉面，
豚足啊？对，一般是豚骨，豚骨拉面，通扣子嘛，通骨，它是通手骨。通手足是手，通手脚，所以整个从脚延伸到上半部。我有前面的部分跟上半部，上半部我不会全部用。那这个是奇妙呢哦，这个是推口的部分。对，来，哇，真是肥美啊，只能说肥美。那我们把它切开，待会兒跟它下去一起熬煮。哦，那这个是我待会要做一下，是叉烧的部分。啊，你要做叉烧？对，是叉烧的部分。叉烧不是要很久的时间吗？哦，没有，我的叉烧我不是去红烧，因为我这个是清炖。哦，对，所以我只要把它做一下清炖吗？熟就好。清炖的啊，我牵涉到吗？是不是？而且我觉得有求必应。我在济州岛那边我吃到的，或者在日本我吃到比较特殊的是。他们的芝麻跟台湾的芝麻不太一样，对，那这次就真的这么巧，我去内地之后我就带了一点芝麻回来，所以现在这个芝麻是跟台湾的稍微有点不一样，这特别香，够偷吃，爆炸，你可以吃一点看看没有关系，因为它在嘴巴里面，你在嘴巴里面爆出来的口感是很香的，爆爆爆，嗯，是不一样，那你可以，真的。不是真的没，你咬一下就爆，真吓到。闻起来没什么香味，嗯，可吃起来香。然后这是我带回来的香油，也是在里面，这是白芝麻油。这也可以喝。哎呦，是真好。无花。无花。傻乎乎的。哦，真的耶。那下面上面无花。这是真实的。这个油真的。精彩，好香啊！哇！所以它这道菜到时候做的话，完全纯粹是吃它的猪肉本身的味道，然后再点一些香进来而已。然后这个是姜 ，OK， 我们先放进来。我觉得好成立哦。蒜就是两颗，跟肉骨茶一模一样，整颗肉骨茶，对，整个带皮的，对。然后葱，哎，对啊。现在人家肉骨茶，它的胡椒是很重要的。这边啊，白胡椒一样。对不起。好，那这白胡椒粒我们就把它全部放进来。啊，整颗的？哎呀，对，大概一大汤匙，一大汤匙吧。来，好，那这个也烫好了，我们这边也可以把它拿起来。猪脚侦探啊！不要问，我好爱猪脚。我在日本有吃过好特别的烤猪脚，就是白的。然后就烤的，用白酱油。他用对，他用白酱油，然后就后来进烤箱烤一烤，然后出来再加他们特别的调味料。我们今天也会烤。那有趣的是，我调味很妙。我觉得我喜欢放一点干辣椒进来。对，我觉得干辣椒油腻的东西有辣去顶，它的味道是很舒服。对，它本身的香气是很舒服。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倒水进来，精彩哦，这调味很精彩哦。好，那这个可能要稍微久一点，因为猪的话，我们还是希望说它的软度是我们要的软度，所以它开始这个红色跳起来在20分钟，哇！20分钟拿出来之后，我还会把它拿去烤，那就软烂了。没有到软烂，它会是有点 Q 度。它那边是在做德国猪脚的感觉。我其实不是啦，我把它烤完之后，我再用猪脚再跟菜再炒完之后，再入到汤里面去，等于是那个焦香味入到汤里面去，所以它汤不会只有猪脚的汤，它还多一个烤猪脚的香气。你还要用海味去吊汤头啊？对对对，我还用海味吊汤头。今天压力锅煮这边。整个需要20分钟，没错，半个小时后我们再回来。你们俩在这块这段时间可以合个八字啊什么的啊。好，我们就到那边去。对不起，走。蒜头起锅了，蒜头蒜头刚刚把那个葱段酱进的仪器爆以后，葱蒜爆过的油来炸猪脚。对，用葱油来炸猪脚。好，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等下会试吃我们的蒜头，对，搭上我们的五谷牛小排。而且我从来没有来，就是试吃这么好的。你专程为试吃准备这样，你专程为试吃准备五谷牛小排，对呀，只为了吃你的蒜头，为了吃的蒜头，只为吃个蒜头，超重的。他只为吃蒜头搭配五谷牛小排，跟今天晚上没有关系的东西。有关系啊，没关系。牛小排跟待会猪脚有关。蒜头有关。他就是买葱送排骨的那种。猪脚才是牛。重点你要不要吃吧？我，你应该找教练有事情，而且你要告诉我们，阿姨是到底是接了谁的电话才离开的？看完题目之后，我们再来决定，少数还是多数？好，来，请题目是：吃蒜头的好处多多，一天吃半颗蒜头可以预防蛀牙，但如果吃太多蒜头，不只是味道囤积于体内，甚至还会 A 肠胃蠕动过快，造成拉肚子。B
肝火太旺盛，影响到视力。A 或 B？ 这个我知道。哦，你知道？因为我知道很多大神。那我一定要跟你一组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好不好？那我也要。我也要，还有我，你看看我。那我们多数决。多数决，好，多数人决定。OK， 好好。准备。黑白，我胜利。容易。也太惨叫了吧！我本来要出白面。停。你戴牙套，你在求什么？牙套可以治这个啊。不要急，不适合。来，我这个人经验最多了。来，答案是 A。肠胃蠕动太快会造成拉肚子，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。我对于生蒜会体质敏感，然后胃会痛，会绞痛，就是因为那个蠕动太快。肠胃不好的人如果吃太多蒜头，就是会这样。就我每次买咸酥鸡，如果吃很多大蒜，马上就冲厕所。这是我自身的经验。认不认同？认同。相信我，真的。我觉得 B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很多餐厅都要挂这个。对啊，我什么不多，人生经验最多。真的，在我面前说这个是，什么事都会发生在我身上，真的，相信我。A， 我觉得。答案是 B。耶！哎，是我最强。耶！我第一件事情。他刚刚讲最后一句话，我就对了。可是我吃太多生蒜，我头啊。什么事情都会发生。恭喜！我是说真的。真的就是这三盘都是你的，不可能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一来啊，我就说我很饿很饿，因为我从早上就只吃了早餐，然后可以不要在这时候互动吗？你让我一个人单安静，来，蒜头不宜吃太多，因为会动火耗血，反而会影响到视力。那如属于阴虚火旺的人呢，应该谨慎。在接受外科手术前，也要减少食用，以免阻碍血液凝固或伤口愈合。所以答案是 B。哦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不好意思哦。所以要配一个大餐，配一个牛排吗？对，搭着吃，搭着吃。至少要一个人吃三份，蒜味无骨牛角。哦，真的是奶油蒜啊，好香哦！真的吗？它是黏的那种吗？嗯，非常绵软，好绵密，很绵软。它是适合跟朋友分享的。不是，而且真的就是这个就是来配它的、啊，好好吃，好嫩哦。哎，怎么有人为了试吃来准备牛小排？真的心情很重大。为了试吃大蒜哦。对啊。其实大蒜来讲，它百搭。好，尤其搭我们的牛肉，它本身我们刚是没有放油煎的一个牛排，所以它的油脂跟我们的一个大蒜非常搭，好，那这种大蒜的香味，我们今天是把它，对，我们今天直接把它搭来跟我们的一个猪脚，好，那猪脚部分我们刚刚已经烧到成这样子，那猪肝呢？好，整个它水分它抽干，那等一下进来的时候呢，会开始结合跟我们的一个汤汁做一个吸收，它会回软，对。这样子，今天就吃到更 Q 的口感。对，今天做出来猪脚让你不油腻，哦，让你整个不油腻，而且整个都是对，整个都是胶原蛋白让它在里面。来，我们的白木耳泥把它放进来，白木耳一大碗。吴师傅再度出题试吃，对巧巧是有求必应，而面对吴师傅的积极，詹姆士有绝招应战啦！哇！好香！这个就是今天的精髓。詹姆士，吴师傅他今天有准备文房四宝，你有没有准备什么？我就准备了一。谁会知道会准备文房四宝？那我们这次呢，来试吃最里面最赞的。是什么？猪脚吗？白木耳。啊？你既然这样子讲，怎么样？加一颗洋葱。哎，是谁说试吃不要吃洋葱的？是你耶。哎，换讲。做出来猪脚让你不油腻，好，让你整个不油腻，而且整个都是对，整个都是胶原蛋白让它在里面。来，我们的白木耳泥把它放进来，白木耳一大碗，一大碗，它会变得软软的烂烂那样。所以呢，这个等它炖煮好，它也很像什么，很像猪皮一样。你刚刚的猪脚加了多少？刚刚的猪脚我们有六大块。六个去骨的猪脚，去骨的，好，然后我们的蹄筋，这个已经处理过了。好吃，我怎么觉得你心情不太好？有啊，还不错。然后呢，姜片，
八片，七八片。对，然后再放我们这个番茄一小碗。这是我们的一个小洋葱哦，好，珍珠洋葱把它放进来，带皮的，带皮啊，对，带皮的它会增加一个香味出来，好，这一样把它放进来。你这个不需要压力锅，今天我是电锅男嘛，所以我用电锅。哎呦，好，来糖分的部分一般，坚持，对呀，糖分我们今天用桂圆，是桂圆香，桂圆的甜，迷人，嗯，迷人，把它放进来，迷人。这个做出来的话都不用帮忙，迷人，非常迷人，米酒。米酒大概50左右，哎，差不多。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芹菜香，芹菜，好油，很油，很油，很油，蚝油，蚝油，蚝油，好，就全部往锅里倒，对不对？全部往锅里倒，好，哇，蚝油两大汤匙，嗯，对，哇，好嗨啊，这个，哇，你这味道。黑胡椒，你这已经是另类的佛跳墙了。嗯，可以这样说，真的假的？这样说可以这样做。水分呢，我们就盖过，盖过食材，再盖过。那我们呢，进电锅用三杯水，把它按一下，前面，在前面。我现在好愧疚哦。精彩了，我们待会再回来。那我们先吃。这个哦，是猪脚。看得出来，对，你一般我们在吃肉的时候，我们比较少会把猪脚拿来煎，很少，很少，猪脚肉都干干的。哦，你吃了你就知道，你吃了你就知道。我们现在先试吃，这猪脚上半部的地方，这个是推口的地方，你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，对不对？来，白胡椒，这是很典型的韩国料理店的吃法。然后我们带回来好的香油，对，香油，香油，来，那怎么往右，来，日本料理从生食到烧烤什么都吃，但却从来没有在日本料理店里看过猪脚，是因为 A 猪脚肉少很难料理， B 长相恐怖无法接受。这我知道，我好像不要讲，先不要讲好了，好，大家要被骂。日本料理从生食到烧烤什么都吃，为什么日本料理店看不到猪脚？猪脚肉少很难料理，生食。好，来，嘿，准备，预备，来，黑白黑白，我胜利。啊！什么？三个黑啊！我又跟你一起啊！哎，干嘛？我知道哎，我也觉得我知道。真的啦，这次我知道，来啦，不要生气哦。来来，那个牌子的，我的是。不会吧？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日本朋友是这样跟我讲的。他讲什么？哪个？他讲说，就他们不敢吃猪脚，因为它长得那个样子，恐怖。对对，然后不太吃脚类的东西。真的。B。对，我也选 B。哎，他选 B 哦。我选 B 啊啊？怎么了吗？你选的？对啊。可是我也觉得是 B 耶。真的啊，因为那就不研究了。其实虽然他们爱吃生食，但是他们都处理得非常干净，没有那些血啊，有的没的。对啊，真的啊。来，先说好哦，想象啊，如果错的话不要生气哦。而且我还有牛排可以吃，不会啊，不会生气哈，不会。要开要笑，如果错的话要笑。答案是，好，这边答案是 B。为什么？来日本的肉食柜台呢，鲜少看到猪蹄、猪头、大肠等，因为大多数日本人不吃任何动物这类的东西。他们觉得生鱼片虽然生吃，但是要吃的时候都切好了，看着并不可怕。但是猪头、鸡头、猪蹄什么，光是看形状就让人无法接受。对呀，他们不敢吃猪头。来，请用猪耳朵啊，美糖。耶！你这个香油加很多分呢。当然。哦。很舒服的香油跟白胡椒，没有你的香油胡椒，嗯，还有这样子一个海盐的顶的咸味，这块肉非常普通，对，但是现在非常奇妙，对，它变得很好吃了，不然只是一块干干的瘦肉，嗯，对不对？就真的那个香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，足一点啊，我快受不了了，应该很精彩。你等下那个麻油会是里面汤头的部分吗？调味的部分？对，当然当然。待会我们里面的调味。那你的照你这样弄起来，应该也是浊汤喽？它不会到浊汤，可它不会像那么白。如果要浊汤，我可能会放牛奶进去，可是不放。对。但绝对不是清汤嘛，对不对？不是不是。那你可以看现在的菜有没有？你一翻过来有一些焦焦的部分有没有？水分都还没有出来。
主要是你的锅底温度够高，对，把它放出来。那好啦，待会它这个煸炒过的香气就出来。那这时候我们把牛肉放进来，来威蛤蜊汤，待会跟它做结合。蛤蜊汤，哇，这个东西放进拉面里就好吃了。那等到蛤蜊差不多开的时候，我们把蛤蜊先挑出来，我们再把虾放进去，然后让整个海鲜的汤头待会结合的时候，一下子把它放在一起就没问题。好，十分钟后再回来，对不起，来。吴秉承师傅，是的，你要做试吃了吗？做试吃了，你没有东西可以吃了。有有，炖好了，炖好了。好啦，哇！哎呦，变这样了，好香哦，而且是清香哎，好香哦。就有一个清香味，我们就来试吃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来试吃最里面最赞的是什么？猪脚吗？猪脚吗？改过了。我以为要吃猪脚哎。猪脚是我们今天五星级主食材，怎么可能会再重新试吃？你还好吧？他是吴师傅，吴师傅什么都有可能。你既然这样子讲，怎么样？加一颗洋葱。哦，那个小洋葱还蛮特别的啦。哎，是谁说试吃不要吃洋葱的？是你。换脚筋啊，对不对？试吃脚筋哦。哇，你看这个。哇哇。是不是？那其他那个没有？有有有有有有有。哦，每个都有。是不是？那个脚筋看起来就是要讲他才会给，就是这样。在台湾传统习俗中，去霉运时都要吃猪脚面线。请问习俗中？去霉运的猪脚面线要用哪一只脚最有效 ？A 左前脚 ，B 右后脚。还有分？左前脚还是右后脚？我知道，我也知道，你知道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是有一个你知道根据。有根据啊？我觉得是有一个根据。黑白配。来呗，来，黑白黑白，我胜利。黑白黑白我胜利，黑白黑白黑白我胜利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啊！我觉得是 A， 因为不是说跨那个门槛。我又跟你们在一起，我好痛苦。我刚吃到嘞，感觉就哇哦！这里还有加蛤蜊哦，月星吧，有蛤蜊。有蛤蜊，还有就是还汤味。这边我觉得今天的再来就是吴师傅跟詹姆士的都有另类佛跳墙，完全叠了一堆东西出来。曾经有人这样做过吗？这其实都是有时候我们出国比赛的时候都会弄一些比较创意料。吴师傅，我好期待你哦！你第一次画龙，第二次文房四宝，你第三次怎么办呢？那你再打电话给他去吃啊！让大家欲罢不能的五星级猪脚料理。我又跟你们在一起，我好痛苦。我刚吃到了。你认为是哪里 ？A 呀，而且我刚也连吃两道。是左前脚。我告诉你为什么不能后脚？为什么？动物扁扁完都会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哦，所以它会踩到那个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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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会踩到扁扁，所以它一定是前脚。不然如果吃后脚就有。你选择的左前脚原因是因为后脚会踩到扁扁。没有，我记得好像去霉运要跨左脚在前面啊，这就吃左脚啊，就先跨出去不是吗？不管是谁的理由，反正就是 A。我也觉得是 A 耶，我觉得是 A， 就这样。好，你觉得呢？你觉得？答案是，答案是 B。我真倒霉，为什么又被他们两个害来害去的？动物这样子，没有坚持啊！这三个有两个人选一个答案，怎么办？为什么？好来，台湾，他会踩到扁扁呢。台湾民间习俗有吃猪脚去霉气的说法，听说吃猪脚最好是亲人准备，而一定要吃到猪脚蹄的部分，
才能诚心的将煤气踢走。前脚比较没有。猪的前脚呢比较软弱无力，后脚呢踢劲大，尤其是右后脚的强有力，因此呢吃到右后脚的功效最大，所以答案是 B。所以呀，踢扁扁啦，所以会踢到啊。他不是踢扁扁，他是踢霉运。而且我们家狗真的会是这样踢到啊。给我。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而且你争取那么久，害我们饿成这样，然后只有他一个人在吃。而且我什么都没做。先吃白木耳。白木耳看起来好棒哦，我想提筋。再吃个提筋看看，好。哇，好软哦。而且感觉很黏的甜味。哇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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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？不算。入口即化，哦，入口即化，软成这样了。这个比那个软糯些。啊，只能当这个。师傅，当天要做两个味道。对，现在我们这边来会来做一个什么意思？一个做焗烤。就好像陈哥刚说的，这感觉上像佛跳墙。嗯。可是佛跳墙上面呢，我们有一层 cheese 上去下去焗烤，增加它一个奶味出来。配 cheese 可以哦，可以，非常棒。我们今天菜搞得很 fusion。哦，难怪刚师傅一直说六块猪脚刚刚好。哦，因为它分装六个。我们就待会再回来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这边请，走。大量。时间到了，该开锅了。好香好香啊，闻到味道了。哇！我那个是白酒是我的快乐吗？你搁搞笑？你这个班我给追开！你搁搞笑？哦，是啦。好像可乐罐呢。罐型，罐型，一罐先。转路转都是转晕，脑中乾坤冲半关，向下滚木灌扁天。我就是被台下雨小的人啦。气好好。来啦！哦，超喷的啦。哎，真的是喷到一地的油哎。真的。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拿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去用炭火烤。还要去烤它？当然，因为烤了之后，它的汤头带有香气就很棒。哇！哇，好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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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这个就是今天的汤头。所以它不是到着色。詹姆士，吴师傅他今天有准备文房四宝，你有没有准备什么？我就准备了一颗对料理认真的心。感谢。谁会知道会准备文房四宝？而且听说那文房四宝是他在家自己弄的。对料理认真的心。他是有备而来耶。好了好了，下一次我准备好不好？他上次还画龙哦，他上次用美乃滋画龙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。好，下次我准备好不好？对。也没自由带，没讲清楚，我也不清楚啊，对不对？你的温度很高哎，它马上就有反应了。嗯，可是还要再一直烤到里面的油脂让它出来。那我们要到隔壁去了，来，好不好？请去。待会再来看组装，这边请来。那我们一起做哈。好。先把那个秋葵，插过去。这样。小心哦。对对对。插到底部这边。好。正确的地方。嗯。好。那好了之后呢，来。这个鸡皮的部分，这想法怎么来的？外面有曾经有人这样做过吗？这其实都是有时候我们出国比赛的时候都会弄一些比较创意料理。鸡猪皮要怎么插都可以。对对对，就插上，就插一块上去。好，那这个对对对，就吊上去。好，这是你自己手工做的吗？对对对。吴师傅，我好期待你哦！你第一次画龙，第二次文房四宝，你第三次怎么办呢？那你再打电话给爱丽丝啊。要给他了，他吃开了，对。而且他自己是可以单吃那一锅，就是还可以再继续吃。猪脚搞成这样，就真的蛮搞纲的。对呀，而且还有这个，我真的是没有想到。啊，还有烤面包啊！烤面包，法国面包，对，
我们等下沾到我们的一个汤汁里面去做一个吸收。这看起来也太厉害了，而且我本来以为这道料理是很中式的耶，怎么就变西式了？对啊，弄一弄变西式，中西合并。对啊，料理技法是中式的，只是呈现方式。来，我来帮忙。好，就插的就可以了。就插的，对。好，交给我。像要插进去哦。好。好，那面包开始吃，对不对？什么法式田园田田园烤田螺什么那种啊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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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多好的一个孩子，就算组装完成。好了，完成了。我来。好，另外一边拉面应该快好了，走。先把面的部分拿进来，里面继续煨。哦，谁受得了啊？猪鼻子长相奇特，结构特殊，长会长成这样子是因为呢？有一种猪，它是专门去找那个，我知道，就找那个收入啦，灵芝嘞，找灵芝。好两难哦。找收入我知道，有一种猪在跳什么？头奖，好久。有一种猪是特别是鼻子很长，找灵芝吗？这些猪仔最明显的特征，猪鼻子是如何形成的嘞？不可思议解答。先把面的部分拿进来，里面继续煨。哦，谁受得了啊！这感人了，这感人了，这感人了。看起来就很哦，哇哦！而且你还有加蛤蜊哦。越加越行了，有。蛤蜊有蛤蜊，还有就是海汤味。澎湃，哎，你还有虾，虾油要放，还没有。还要放辣椒粉，简单的辣椒粉就好了。啊，然后不要忘记我们特地带回来的北芝麻，芝麻爆炸芝麻。你不是说你一定要？你不是说你之前吃的是有放那个韩国辣椒酱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韩国辣粉。哦，韩国辣椒粉。还要加泡菜。我们把泡菜放进来。哇，特别哦。这样的组合，南洋风配上了韩国韩式。这是我在韩国吃过，那这是我带回来的顶级香油。就是刚才沾猪肉的那个吗？对。这边我觉得今天的再来就是吴师傅跟詹姆士的都有另类佛跳墙，完全区别了一堆东西出来。五十秒，真的。全下了，够亮哦，梭哈啦！各位看到目前为止，绝对不是面点大赏啊！今天呢，可是五星级的猪脚料理。我们运用的猪脚做成了两道非常复合式的，融合各种不同技法的做出来的猪脚的感受。哦，受不了！对啊，好瘦哦，好瘦！时间到。看到没有？我们现在的五星级料理是往宽度、深度和高度来迈进，真的，看到没有？先吃这个面，豚足拉面，再不是请出题。来，广东有一位妈妈吃猪脚催奶，一日三餐每餐两只，连续吃掉198只猪脚，却在婴儿断奶后出现什么状况 ？A. 胸部小不了，一直胀大 ；B. 乳汁停不了，一直分泌。哎，他题目讲得有点哽咽哦。对，来准备。先决定了再来讨论，好不好？来，黑白黑白我胜利，黑白黑白我胜利。对，我们吃肉，吃的一定吃肉，一定吃肉，一定吃肉。我觉得一样，我们想的是一样的吗？我们一起说我们答案好不好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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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，预备预备预备，要三个问什么？来，一二三 ，B。哎，我觉得是 A。哎，你我也觉得 B， 那我们三个一起好了。你，我觉得是 A 耶。我们俩，你为什么觉得 B？ 因为如果是真的是 A 的话，看整形外科都不用弄了。没有啊，因为真的吃猪脚胸部会大耶，就长，所以应该是乳汁停不了，一直分泌。我觉得是胸部小不了，一直胀大。他对他对分泌乳汁极有帮助，所以我们应该相信。没有，没关系，多数决到目前为止，谁有谁先两票先出现的，那就这样决定。因为我刚是我刚没吃到，就尊重他们。哦，好，好不好？不管先吃不到，我也甘心。是啊，好。因为乳汁。不了面有面，我是不能不吃。我跟你讲，我不吃我会翻脸的。我跟他真的会翻脸，他真的会翻脸。我可以不吃一下，我一定要吃面了。听他，听他的啦。我宁可吃不到，多数决不管。B 答案是，等着翻脸吧，陈哥。哎呦！哎！我就跟你说了，我的问题，乳汁停不了，应该是啊，原来在这里是你啊。对，
省茂名市一名年轻妈妈为了吃猪脚催奶，没想到泌乳量的确增加了，但也催出如排球般大的巨乳。正常的乳房只有1.5公斤左右，但她的乳房竟高达2.5公斤，而且做完月之后，乳房非但没有缩小，反而越加膨胀。最后受不了，求医治疗，做了巨乳缩小术，才恢复了产前的形态。我的妈，变巨乳哎！我可以吃吗？他不能吃啊！我吃猪脚没事，一定要吃198只哦。嗯。对，哎，你刚刚自己说就算是错，你也开心。你不说你会笑？没有没有，我绝对不会开心，可是我不会难过啊。对，因为哎呦，居然吃不到！我就跟你讲说是 A 呀，你要相信我。我的妈，这个汤也太好喝了吧！哦，猪也太 Q 了吧！这高丽菜感觉 Q 哎，你看猪很 Q 的。哦 OK OK OK。哦。是不好咬的吗？那种好丑，很好丑，很好咬，而且很 Q， 讨厌。它的那个，它的油脂是 Q 的，所以你一点都不觉得油，真的，真的，你吃不到。吴秉成师傅，是的，分享一下，这个可以叫做停不下来的面。停不下哦，真的，他的停不下来，我是有停不了的爱，没想到你有停不下来的，停不下来。你们两个在试试，你光到那个。那个我们的嘴巴前的时候，你就开始闻到它浓浓的一个香味出来。嗯，那你会觉得刚开始会觉得说这个猪脚可能它会比较油腻一点，结果不会，因为里面的一个我们的泡菜帮做一个解腻的效果。对，然后最重要就是这个猪脚好吃就是 Q 的，所以那我们整吃起来很滑口，很舒服。多想吃的猪脚啊！好想吃哦，那超好吃。拍手。吃个三次。好，再吃这个，各位。低卡壳滚暖暖，准备起猪蹄。好，猪鼻子长相奇特，结构特殊，长会长成这样子是为了 A 拱起泥土寻找食物 ，B 顶开情敌进行交配 ，A 或 B。我知道这个，我也知道，因为我有看那一集。哦，有一集有讲说你跟张友华是不是朋友？你什么都知道？我被你这表情害过，你不要再吓我了。哎，预备，来，黑白黑白，我胜利！耶！耶！耶！我们吃到了，我们可以吃到了，因为是他的问题呀。我觉得是有他就吃不到，所以孩子，那这个牌子要给我。我觉得是，你觉得什么？我觉得是顶开情敌啊！明明就是 A 呀。你觉得是顶开情敌？你觉得是顶开情敌？对啊，我也是 A 啊，因为我那天在家看到你们有讲说猪就是什么听音乐很开心啊，然后什么踢后脚什么的，就是好像不是什么找配偶什么的。不是，猪鼻子像那个山猪啊，有啊，有一种猪它是专门去找那个，我知道，就找那个松露啦，林中义，找林中义。现在有点不确定了，怎么办？有一种找松露，我知道。有一种猪在跳什么？可以吧？可以播出来。一个虾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对，有一种猪是特别是鼻子很长，找灵芝吗？找松露的，哎，他气到脸红哦。就是他是用鼻子去顶，我知道，但是答案是 A。是 A 呀，我顶不起你。松乳是大多数猪的共同习性，这是由于猪鼻的特殊构造，适于探路、觅食。然后呢，猪的嗅觉非常发达，可以用来感知周围的事物。这种行为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小猪的好奇心，另一方面是土里中有一种铁元素，可以补充体内缺乏的铁元素。哦，真的。对，答案是 A。一人一个，你看这上面是一个爱心哎，我忙你的，就这样一口吃下去吗？一口是很难吧，那嘴巴没那么大。要一口吃，要一口吃。我刚以为它是像鸡皮炸得很脆，有没有？不是哎，不是，它好像有嚼劲哦，它是 Q 的，你要连芥末还有那个就可以一起咬进去，嗯，就像那个德国猪脚一样，配个芥末就是特别好，对不对？嗯，汤是怎么样？嗯什么？哦，什么？詹姆斯的分享下来，其实因为刚刚在烹调的过程当中，我 focus 在我自己的料理上面，我并不知道我是不是放了什么东西进去，但是我吃到里面的味道了，我吃到洋葱汤的味道，我吃到一点姜味，甚至我吃到一点梨的味道，
水梨的味道。那我想刚看到那个小洋葱，因为小洋葱我们都知道，一旦它烤软烂的时候，它的甜度释放出来是跟梨很像，对，很像。所以它整个嘴巴里面是那个汤味是很甜，甜度是很饱足的。那它的猪脚的部分是软绵，而且带有点咬劲，蛮绵软的。对，脚筋的部分有一点微微炸过，是不是？我们买现成的脚筋。哦，它应该有一点炸过，有点带烟熏的感觉，所以你吃起来它整个味道是融到汤里面去。而且小洋葱，所以在整个嘴巴里面，它的元素是一直跳来跳去，跳来跳去，很有趣的一道菜。拍手，谢谢李师傅，非常谢谢，今天精彩的五星级猪脚料理，谢谢我们今天两位名精彩的二厨，谢谢，谢谢两位主厨，谢谢。大家要记得准时看好吃很好看的《型男大主厨》，祝全国的观众朋友天天都幸福，晚安，拜拜。你今天都没怎么吃吗？型男大主厨老婆没漏气特别气话，特别找来柯以柔和戴志华来 PK，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有人人羡慕的厨师老公。他们很羡慕三亚，他们三亚也是在他们那边介绍的，是用这个方式看他这个厨房。放了一个不懂，看着我。要盖起来，阿基在评分的时候，心就是有时候要物归原处，你知道？我已经跟阿基师打好关系，那个没有用，相信我。经过特训的戴志华和柯以柔要亲自上战场了，菜名叫什么？大战新嫁娘之韩式焗烤年糕，娶某情西饺，别气哪只明虾白玉子白素面，这我不放弃，我不放弃。